收到一个月16张罚单，你会怎样？我把赶走吧，没收驾照吧。应该是要测试新车的感觉吧。那你知道这边的速限多少吗？40啊。收到一个月16张罚单，你会怎样？我把赶走吧，没收驾照了。果然不能小看地方妈妈的威力。我冲我冲我冲冲冲冲冲冲车子一台车四轮，车头尖尖这么大个，往右挤呀车就过，爬呀爬呀乱过路。